住落嚟咧，要致敬嘅就係將佢哋咧由嗰個原本咧都有啲信心嘅，跟住喺開頭嘅時候打入谷底，將佢哋自信心磨滅曬。因為咧磨滅完之後咧，再重新打造，就會成為咧今日我哋星光家族有一班咁靚、咁漂亮、咁有自信心，就係你嘅星級打造師Waterma。忠言逆耳，苦口良药，就是 Waterma 在亚洲星光大道的最佳写照。每一集 Waterma 都对星光大道每一位参赛者作出严厉的批评。开口及着你的 Waterma， 我看不到他22岁，我以为他32岁，很成熟的样子，成熟了，不过有点像事仔。你嗰對腳咧，喺我哋講嘅叫做大笨象腳。咁但係你要記得你自己個缺點係你個盤骨，你個盤骨比較橫。阿炮哥係中性，遠期，但遠期就係男性，男性化。但係時間證明一切，變化有目共睹。星光家族越來越有聲味。星光家族全體成員要感謝 Waterma。在这里要向这位时装界殿堂级人物作出最崇高的致敬。Thank you.
咪擺翻 ending pose 先？擺翻個 ending pose， 我哋之前係咁樣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們有請升級的造型師 Waterman。